Kara G、林立、陈建飞等名模昨日来到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，为一田百货的内衣魔法泡泡秀走秀，顺道迎接情人节的到来。几位名模身着性感内衣，在虚拟的紫色浴室中竞相展示姣好身材，吸引了大批路人驻足观摩。三位美女各领风骚，但外籍名模 Kara G 却凭借着超性感内衣以及拉紧内衣丝带的诱惑动作，令观赏者无不热血沸腾，风头显然更胜穿戴相对保守的林立和陈建飞。过而立之年不会再像20几岁的女孩一样做泳衣秀的陈建飞，对于内衣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爱好。他坦言自己最爱 T-back， 上大学后就不再穿普通内裤，更声称这样会避免像老婆婆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衬咩，衬咩即系 jeans 啊 leggings 都会靓咯，即系会有一个即系 impression 出咗嚟咯。我觉得如果女仔着 underwear， 跟住就即系。顯示了一少少嗰啲即係 lines 咧，唔係咁好睇咯，所以我自己會選擇T-back for underwear， 咁 for the bra， 我真係要覺得，我覺得係要睇自己嘅身形咯，所以 bra is 真係睇自己咯。